体验的 X 电视一夜网球公开赛，我们已经知道什么了。哦，网球，业余。好，老师来了，老师来了，老师。同学们好。老师好。老师，等一下，你知道我们 TF 家族的规矩吗？不知道。我看你这么健壮。我们的规矩是抱着一个人做深蹲。抱着一个人做深蹲。随便选。不是我。行，那行，那我选你吗？可不可以吗？公主抱。公主抱呀。对啊。哎呀。哎呀。做深蹲啊。对。哇。哇。那我记得上次我抱那个什么是幸运，做的好。做几个吗？啊。六六六六六。可以了啊。来，好六，这么健壮，来，首先我们手里拿这个拍子，网球拍，它分三个环节。首先呢，从这儿到这儿，这是属于拍柄；从这个位置到这个位置叫拍镜，啊，镜就是脖子的意思。拍镜，哎，就说我们好体一个人，好吧？然后这个地方，这个圆的地方，这叫拍面。拍头也可以叫拍头，拍头指的是这儿，拍头指的是这儿，哎，然后呢，我们把这个里面画一个实线，画一个实线呢，在中心点的偏下面这个部位，我们叫做田区。咱们先从最基本的开始，首先教你们握拍。咱们的握拍呢，知道小时候都玩过手枪吗？啊，小时候都玩过手枪吧？把握手枪那个方式放到这个位置，腿弯成45度，准备动作，两个手握着拍子，一、二、三，对，最后三是回来的，听到吗？啊，拍子要往上走一些，中间就是在你的身体的正前方。哦，我们要画一个圆，啊，我们要画一个圆，对，转过去，啊。咱们接下来这样，有请我们的涂教练。你要去吧，你帮帮忙。你帮我接了，从来没人帮过我，因为你太重了。哦哦哦，一个，好爽。哦，昨天七百斤，这个是不是？哇，看起来二楼了。哦，老师好了，好，证明了你的体力。奖金啊，奖金。哇，好。啊，一，教了你们动作了吧？三，好，一，自己对，自己打球，对，走，再来，抛一下，往前打，哎，来，哎，用一个手，一个手，哎，一个手，哎，你们两个隔开一点，看着哈，看着哈，你的动作，看着你的动作啊，哎，就是这个球拍的最最下面，知不知道？虎口对着这个外面的这一条脊，夹一个大口，哎，小弟，像我打一个网球。注意啊，手不要去削它，知道吗？打它，用你的这个大臂是从下往上打。用个六七成的力量啊，用个六七成的力量。哎，还差一点，球的底部啊。哎，可以，这是抛球吗？那一抛，看到没有？这不是要打球？非常好，看到没有？非常好。但是啊，注意你们的，看啊，但是啊，注意你们的，来，转过来，转过来，做拉拍动作，一、二、二、二。二的时候，对，这样拉好了哈。三的时候呢，看着啊，你先拿着球哈。三的时候然后咱们现在先不放球哈。啊，三的时候我教你动作啊。这个腿要，就是这脚要上步上来。对，然后这个拍子呢，要跟着你的手随挥过来。对，可以哈。举起来，看着来，不能放，对吧？放下去了就下网。我就哎，后面有实战好，比刚才要强一点，但是记住这个小臂不要弯。你是我们打我们这个呢，你别打到他们那边半场去了，你也弯。好，来，小弟弟，你们两个记住，哎，你们打拳，而且打我们这个半场，看到没有？不能打的，哎，这样打啊。好 ，S 啊，可以，来给你们稍微加一点难度。什么难度呢？看啊。咱们这个对面这块不都有线吗？不都有这个白色的这个线吗？我们称之为这个线啊，就是这个线为什么？首先为边界，你答对了。其次呢，我们叫界，就是说我们打球两个人打对攻，必须得这球全部落在这个线里啊，才算可以。二，
来，砰！好球，现在挑战成功。哇，好紧！准备，准备，一，二，来啊！要求吧，这样失败，挑战失败。再来，怎么样？比赛比赛，对，看到左手左手，一，左动作，好，二，左脚上，左脚上，哎，然后三，从下往上，对，你看这个球位都打高很飞了，是不是？随便打，对，或者这样发也可以，看着啊，看着这样发也可以，看看。你看这里有个黄，对，非常棒，非常棒，非常棒，你这个注意多了，非常好，非常好，真的，你站我，你站这里来，王姐你站这里来，然后你对着那个斜角发，哎，接没事没事，哎呀，四步不够帅气。好吗 ？OK，OK，OK 的哦。哎呀，哎呀，看到我，记得 ，yes。好了，值得体验的 X 试是成功还是失败呢？感觉你们，感觉你们今天非常成功，真的是非常成功，从中学到了不少东西。接下来我想问一下你们哈，问一下你们通过本次课的学习，你们都能从中能学习到什么？来，先从你开始，先从你开始说一下。乒乓球发球要从对角线发过去。乒乓球，网球发球要从对角线发过去。对，这是一点，该你了。网球如果双人打的话，它在这外面这个线里内都算进去。对，该你了。网球发球不能进这条线。对对对，该你了。投出去。好了。咱们这节课就上到这里啊！好，老师辛苦了。好，老师再见。再见，再见，拜拜。拜拜。
啊！我的老家就是在这个屯。那手上啥？猕猴桃在后面拿的，不知道还有很多呢，给你们看。哎，等会儿拍完吃。这个石榴，这真的还是假的？真的，特别好吃，我们家的特产，知道吗？我们这个。你这个红的有点鲜。这什么东西？什么？什么？哇哦！一张张纸。挑战书。星期五练习生在大家的努力下已经播出好多期了。对呀、啊，都已经100期了，是有点多。连续剧都都在广播。与时间一起奔跑的正是你们的成长。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回顾节目里大家的精彩瞬间吧。哇，这个可以。由工作人员，由工作人员，哦，票选得出的印象是这一群人吗？瞬间的第15。出炉，第15个出炉，出炉。不如你们也根据这二十个关键词，15个关键词，20个词语只有15个。对，20个词语。哦，猜猜最后是哪15个？哎，写反了，这哪50个？谁写的？是谁写的啊？谁写的啊？这个工作人员有点。哪15个最精？哎，最深刻瞬间吧。好，深刻，深刻，深刻。我觉得。哎哦，这边有，这边工作人员票选成长快乐榴莲蛋啊，榴莲蛋糕这个不用说了吧？我绝对选榴莲蛋糕。嗯，我还想得到当时我逗他，我还想本想逗他喜不喜欢草莓蛋糕。来来来，吃不吃猕猴桃啊你？结果他哭了。哎，对，榴莲蛋糕就不用说了，我也是。我请你吃猕猴桃啊。家族运动会，家族运动会。哎，迷之微笑是什么？哎，迷之微笑。对啊，迷之微笑是蒙娜丽莎的那个。迷之微笑是？迷之微笑是什么？迷之微笑就是笑得很深。哎，你笑一个来一点。他是那种，他是那种小朋友。小朋友有个辣条。辣条。哎，辣梨。平底摔，担当平底摔。哎呀，我。你在说什么？我平底摔不是这样。你这个我选，哎、我还要选平底摔，平底摔担当。不是，你这个像那个，就是那种碰瓷的那种人，就是你一样的，特别像那种碰。哔哔哔哔。来这样，我也选平底摔担当，我觉得。平底摔担当。我觉得招牌动作，我觉得招牌动作。是他自己的这个吗？是我的吗？就那个，还记得那个吗 ？So fashion。多少个？这个，我觉得家族运动会是我肯定要选的。我觉得那个，如果在家族运动会上，我再坚持一下，真的，我再坚持一下，你就成功了，就无敌了，我就厉害了呀，人生巅峰，说的我就赢了呀，说的像我很厉害似的。好，还有那个再见吧，我的青春，这个再见，说的像我们很老似的，谢谢的呀啊，哦我谢谢的，我们老了吗？还有我的青春，那是我逝去的青春。哦，我记得当时你们三个还是两个，然后在那个落地窗面前。在哪里？想起那天我在夕阳下的奔跑。什么？我们不懂。我们睡觉吧。好，睡吧。然后我要选那个。哎，问号问号。第十二个，一箭穿心，我要选这个。我觉得问号，我选这个。我懂。班长，我觉得你的思维好跳跃，别人都在，我们就开始选第9个，他开始选十二个。对，哇，你选问号。哎，我觉得这个好神秘。哎，我觉得问号应该就是代表有三个字。三个字，黄宇航。问号。Course， 十级什么意思？那个读 COS 十级。就是应该是。好吧，让我谢谢。Course 到底是 Course 十级？哎，这个好难啊，有点。这个 Course 是什么东西？选了没有？不知道。还有那个等一下嘛？20个。下嘛？20个，我很有印象，三颗药，记得吗？哎，你是不是很跳跃？我们都在讨论十一个说，哎，这个20个特别好，特别好。就是当时红哥然后讲的那个三颗药的故事啊。三颗药。哦，闭上眼睛。我跟你说，你吃下这颗药，你的青春。解放。对。哎，算了吧，我们第12个一箭穿心。一箭穿心，对，就是我刚才想说的，你们还打断我。一箭穿心，一箭穿心。唰。哦，我知道是第是我一直是那个收到十环那个，我觉得特别了不起，虽然是运气在那99%在这，1%是靠实力。好，强强对决，强强对决，对吧？来，强强对决，我们两个是吧？
是的。什么呀？是什么？到底是？好像好奇怪。城墙。强对决。强，小强，大强。是那个《自助侠》那个里面的。咱们再讨论先简单一点的，比如说那个十七个。嗨，你真的是思维好跳跃哟、哎！我们思维我就这个，就说这个，就这个，就这个，咱们就说这个五声半响，哎，五声半响。你现在讨论我这个话的那个。当场、哎。咱们没说你啊，你自己干嘛对号入座？抢该我破。抢该我破。嘿呀，破。我觉得他上面那个。元气少年，哎呦！我的天，这个压力牌的压力牌的，你直接这个背后，这是手机压力牌。喂，好吧，黄麒麟，这个很有意思，对讲机。他这个还是喂，黄麒麟，喂，黄麒麟，你是聊天吗？啊，我就是那个元气少年，好，算了算了，还全息投影挂断。宁波微步，接线员。宁波微步是什么？我觉得发现宁波微步不是吗？我们路过这个吗？你们微博不是当时有个有那一期的那个倒茶那一期，很神奇的名字。我微博，微博。哦，我懂，我懂。就到处到处在那里。哎。哦，难道是我吗？少年还喝茶吗？哦，我觉得那个喝茶吗，就跟那个宁波微博有点矛盾，发现没有？为什么？不是，这些是就相当于你做一道数学题。好，我们继续。好，来那个重庆的串串，好，你来讲，你来讲。好，重庆的，好，重庆的串串好吃得很。重庆的串串好吃得很，好吃得很，好吃。好，那个纯属实话，什么意思？纯属。哎呀，我知道，我提到这个，我就想起我当时就是去那个地方泡温泉的时候，手滑了。去那泡温泉的时候，我手机。就是哎呀，结果手滑了，掉了就手滑了，就翻了就很多圈，然后就像撕着那种钢化膜的，哦对，都烂了，纯属手滑，就感觉像 Oh my god， 我手机，哎呀，别说了，我就心里很痛，纯属手滑。还有那个三颗药，三颗药，好，已经三颗药，我觉得我们就说完了，所以现在你黄一航，黄一航，你感觉挺别扭的，班长，你想选什么？我要选榴莲蛋糕，哎对，一箭穿心。三颗药，好，你呢？你我已经选完了。你选什么？你都没听到你说什么，你都忘记了好吗？我们记忆有什么好吗？我想起来，我在选，我有记忆。我选了平底摔担当、榴莲蛋糕，还有什么？坐下。鼻子微笑，鼻子微笑，鼻子微笑，班长下一个。那我选的就是对，平底摔担当，这是必须选的。要是招牌动作，可能有意思一点。算了，手滑了，纯属手滑。你把别人压力整成这样子，觉得别不痛吗？给别人弄回去。好，这个压力还有那个九九九卖，可怜九九九九，不好不好不好，什么九九九？暖暖的很贴心。那叫三九胃泰。啊，我这就，哎，我觉得给他们植入广告，他们是不是要给我们钱呀？来，奥斯汀要选。A 区的票呀。我肯定要选。就是那个家族运动会，哎，运动会那个很有意思。对啊，我很厉害啊。然后我再要选宁波微步，操他！对，宁波微步，谢谢我还要选那个元气少年，我觉得。元气少年是什么？元气少年是什么？你选的好像。就是这个啦。是这样，哎呀，就是我。好了，行了，行了，这样的，别队就被你害了。把扔了。好了，第三个没收了，没收了，没收啥？送给你们，不用谢，不用谢，拜拜。好了，好，我觉得应该要揭晓答案。对，答案我们需要揭晓。哎，请问这位美女哥们，看一下这个。哇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哎呀，那死鬼，那你想选谁呢？我李冰冰。啥？满血复活 buff。满血复活 buff 齐。一个吃可爱多长大的 boy 是可爱 boy 可爱元气少年元气哦，原来是这个哦耶，这不是我吗？对，你选的，你选的，我选的，我选的，元气，你中彩票了。还有下一个，我们来猜，不要了啊，这个不用，这个不用了，一箭穿心，好，一箭穿心哦，耶。
就就就就啊！哦，蟹黄哈，蟹黄哇，蟹黄。炎症，炎症见证心脏。炎症，哦，原来是这个，我以为是练心脏。我以为是练心脏，我以为是练的石花。对，哎呀，闭嘴。太好了，真的是，我想打你。OK， 下一个。好生气，但是还是要保持微笑啊。是哦。我再看下一个。不错，哎呦不错，果然是三二一，哇！招牌动作，招牌动作，洗发水，洗发水，还是得选子一排的，子一排，子一排，永远就是那样。我给你来个原版的。哦，果然我们不得你的精髓呀、啊！果然还是我颜值里的帅，颜值里就是。这是什么？我的黑啊！这是什么？帮我关掉这个。我知道了。这是什么？咦，这张怎么？哦，这是问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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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问号。问号，来来一遍，我请来一遍，来一遍。怎么我的手是在里面的？好恶心啊！这个。咦，哎呀，这怎么放出来了？咦，这是怎么放出来了？怎么放？哎呀，导演，好汉不提当年。你好有心机哦，咱们马上聊。来来来，坐下吧，消消气，消消气，消消气。哎，怎么放出来的？我都不知道怎么放出来的。中，本季煞气要爆发了。我要去拿武器，等一下。放手。不要怪后期。好好好。哦哦，这是我更喜欢你。迷之微笑，好棒！好冬天，好冬天。我这里有个肩膀去呢。你像我刚，你像我刚才。这是娘娘还在插我吗？这是。这是什么？迷之微笑。学航，宇航，万福金安，万福金安，难道是哦 ？COS 十级哦，什么是 COS 十级？什么？他就是头上加了个皇冠。COS， 哦哦哦，懂了，秒懂，懂秒懂，对，秒懂。怎样的智商？还有，这看见黄麒麟都已经不行。好了，看看。好，下一个。好这个皮肤好，好不说了，好不说。哇，好帅帅的！等一下嘛，我喜欢这个什么？我喜欢他的背景音乐，好可爱。等一下嘛，哇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嘛！哎呀，我喜欢这个，等一下嘛，这个好好那种，好甜啊，好纯的。给别人的喝茶了，你们才来偷袭？对，我们什么偷袭？好久了，失败者。复习是个失败的，失败的，特别好，失败的。怎么样？咱们这个复习是失败的。啊，对，领导说的对啊。哎，通通都给我开除了。重选理由。那就是当年结婚，没看错吧？眼神不好。结婚，眼神不好。我也是这样，我也是这样。警察。当年结婚，我也是这么。难道就是喝丈母娘喝杯茶？真的是这个吗？不是，他是这样做的。笑死我了！丈母娘，天天这个截图截得好，穿像棉袄似的。如果是红色的话，可能会接地气一点。哦哦哦哦，啊呀咿，哦哦啊呀咿，我要把这个东西给摸掉了。我被打到了，宁波微步，宁波微步吗？是我。等下，重选理由啥？重选理由，眼神不好就挡住了。哎，我们也就回放键了，回放键了一下，二三三三三。啊，好好，这个啊，好，这个好。哦，纯属手滑，后期的纯属手滑。哦哦哦，原来是这个。打了一下，你就按了一下那个键。哦，对对对。后期的纯属，这后期是有点手滑。我，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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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踢的漂亮。好，二打，好。哇，这个帅！哇，这个节奏好帅！哇，这个什么？踢的漂亮。哦，对，踢的漂亮。踢的漂亮。我把那个阿成哥。哎，你别自恋了，真的是像像这。哦哦，你要叫你阿成哥。他那个幅度你看是什么？大于90度，说明他踢得很有科学，很科学，他踢得很科学。这个伪学霸，伪学霸这个。好了，下一个，好。王红哥帅。哇，哎，他下了岗。哎，看见没有了？一直微笑。看见没了？坚持不住啊，这种人真的是脑洞太大了。还没想到还有摄像机在拍呀！甜蜜蜜，甜蜜蜜，你笑得甜蜜蜜。等你紧我动枪。好，我是他看的就是我的枪。哇！理由如图，这个图是啥？是吧？这是我吗？这是这哦哦哦，真讨厌了，是这个吗？对，就是这个。那这是什么？这个应该强对强对决，后面有一团火，明明就是我帮你们两个人输入元气的，你还说还是你们那个特效是我加的？那个特效明明就等一下，好，下一个。你咋了？吃点葡萄压压惊。你真的是舍不得吃，你不要吃吗？不能。好，行了行了，别弄，后面是我们今天晚上基地，来，你下一个。今天晚上我们的晚餐。咦？敖子逸生日快乐！希望你能快快乐乐的长大。对，就是我们，这是我们到一起的，多长大，是不是？很感动。下那一点掉，那这个应该是这个什么？再见吧，我听成成长快乐。第一个，成长快乐吧，成长快乐，这里成长快乐吧，成长快乐的，对，快快乐乐。难道这是 number one？ 对啊，成长快乐，这好像是排第四，下面就前三。好了，我们下一个吧。好，第三名，前三了，来，好，有请前三名，第三名。决定冠军了！哦哦，我家属运动会，我家属运动会啊！三二一，蹲！哇，我起！对，没有犯规的。这是谁啊？那我们呢？家属运动会，好第一。我以后也这么，你把他脸都已经变成第一。在20167月25日，有一群男孩做了一个蹲起的。My God， 这是表情吗？从此以后，家族建立了新的传统。哦，新的传统。哦，我知道。咱们那个知道有很多传统的项目，家族运动会啊，太多了。那还有第二个，第二个，咚咚咚，第二个。这个现在可以哭，就是我。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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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前面的我们的黄姐也有一次，真的，当时我是天啊！相信我，其实在往上台上，我两个现在都是露出来了。来，这个吧，笑一个那个，真的吗？哇！啊！大能，是我真的，当时就是很感谢那个蛋糕。我不哭，不哭。哦，榴莲蛋糕，当时，哎，我猜到第二个，第二，猜到了第二，我也猜到了，
我猜到第三，我什么都没猜到，我就猜到个平地。第一个。哦，还有问号，我猜到了。第一个耶。第一个是下面。好，然后的话，隆重的游戏。隆重的游戏 ，Number One 是谁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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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第三。喂。好，这个错了。这个我是谁？炸！炸！炸！又想哭又想笑的感觉。还没有模仿的太像。看到那个姿势，看到那个姿势，你看。这是干嘛？这个是平地摔担当。这个第一个猜对了，这个只是滑了一下而已，是吧？我们纯属手，纯属脚滑，纯属脚脚滑脚滑。平地摔担当。来，我们为了保护班长的尊严，我们当做什么东西？哦，对。当做什么呀？当做麻烦，请剪掉那段情。好，五声半枪，还好没有放出来，放出来我就死定了。今天我就把这个电脑给砸了。这是哪个呀？你砸了你就赔了。问号问号是什么哟？可不可以再放一遍？哎呦！问你放什么晃？你放什么晃啊？不吧，不是他当个茶，像跟别人洗地一样。哎，那个在想把青春是什么？不知道，好奇怪。应该知道。就哎，上次就挡班长的脸，哦，是我挡班长的脸，让他说、哦、你最后想说，哎、你还对他说，他就说，你乱说什么话？我们班长还求救，他就说再见吧，我说错了班长 ，say goodbye my， 就说 my parents。好，来陪人感觉啊，感觉这样啊，从一到二十这样看下来，这样穿上我觉得那个挺有意思的。对，哇，哎，我们从一到二十，在我们公司说重庆话会可以做那个蹲起，跳过跳过，感觉 OK， 感觉从一到二十这样看下来，哇，我们经历过好多，对，其实字调花我们很长的时间，啊，其实看着很简单，其实每一集好像是花一个星期，一二三。好像是120个星期。其实这些看起来很简单，其实做起来还是挺有。过去了，对，时间好漫长。其实挺不容易的，这么多下来不容易的，对，辛苦。而且在其实我觉得我们工作人员辛苦了，对，嗯，对，最辛苦的是我们的摄像师，他们最辛苦，对，对，扛着摄像师啊，辛苦了，谢谢。还有我们的老师，还有导演在那边辛苦了，还有谢观众支持我们的这个观众们，对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要不我们站起来，我觉得应该站起来，好，哎呦，小心点，纯属狡猾，好，3、2、1，好，3、2、1，谢谢，这一期就结束了，拜拜，圆满成功。那我们星期五是不是改成星期六了呀？太多了，星期六。值得体验的 X 件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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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值得体验的。值得体验的 X 件事，值得体验的 X 件事，值得体验的 X 件事，值得体验的 X 件事。